这次大会当中，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际组织目前运营及正常已加入投入的这些项目，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在讲项目之前呢，我给大家要说一点，全世界的国家目前已经确认，只有把我们。 这个人类使用的所有的产品、技术领域当中运用。